未来人生路，西瓜到顶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到顶的时间准时加张磊到顶来看戏。到昨为止，精彩的开封金主就全部播上了了。故事最后，咱看到在阿翁行场的路顶，海东发现阿家己的公车竟然就是家己的小弟张林。那么，这个时阵的张林对海东够误会，所以无愿意救阿姊。海东知以后便将代志的真相讲给他听，加上小龙妈出面作证，张林才知影讲，原来家己也是中了恶势的奸计。为了救阿姊，张林就带着海东找着包青天、包拯。后来在包青天的心里面，恶势的阴谋被揭穿，伊家母亲的身份嘛被告发。时隔这侪年，小龙总算是明白了，原来海东才是家己的亲生老母，最后无仔小林。所以讲啊，来刀难断血脉亲情。海东身为小龙的亲生老母，当然袂计较回报来关爱家己的囡仔。但是恶事就无相，伊所谓爱，只是为了得到家己想要滴的利益。最后总是无换换来别人的真心。好了，精彩好戏刷刷来。今天要为观众朋友们播送的是厦门金莲星歌家剧团为咱带来的《野村歌舞种》。话唔加讲，好戏咱到底来看。回目关先驾驶动力哎既然这幽灵大顶片五高龙之类五娘家不宜被单杀多处回转修害得我林兄只得改配六娘啊无言居住着酒这里惊去找一点兵波林皮文多表报仇给专酒金地府造势但府正在中秋湖对我这头将这个这道球总在国籍来打扮成这地理师模样啊前去见机行事这正是为有报仇卡脚中见机树下求谢德公花用机生大机地天文接地理前世小宅也不管大家的
新秀良子，良子必贤，贤念更难温善。此子必庆，可你娶了五四五年回来，全家和顺，真是天我心意。田小虎，伯伯，我离别前颜色不回家，重修府邸，今日破土开工，尚未回来，真是令人挂怀在心。伯伯，这虎娘是心计在心，未能及时归还，望伯伯莫得挂怀呀。媳妇言的有理，吕伯宽怀就是。努力努力。四壁鸿蒙何事？客兵努力，才造横破多几工，又有乡民的罪过，我乐过几落。就是，又有乡民的罪过。天文学地理，小在伊啊，保管大件哩。何人叫花？是地理仙。地理仙，严小虎，咱家长寿府的，正好请地理仙前来请教。啊，伯伯，江湖术士都是一派恶言，而伊言答无穷也无益，望伯伯三思。听这人好大的口气，果有真才实能，也未可知，还来问个良也无妨。既是如此，你先告退了。此必唤地理仙进来，有事请告。伯父你吩咐请地理仙进来。我来我来。参见罗夫人。免礼先系请坐。谢还我滚水呀！有米高压哟。才子听你所言，先是果然是天地地理，县官出题嘛。正是罗夫人啦、啊。我家家要重修府邸，未知有何不便之处，且勿指点。罗夫人啦，一起对面今天出来，破了风尊，就叫你大
来有天公之灾，那么如何才对？茫茫先生之教，自动重下。罗夫人啊！老身即时交办就是。哎呀呀呀呀，六辉先生指点，岂不是我了大事？势必立来楚文罢命，奉上先生作为半点。哎，且慢，老夫人呐、啊，边道野火寒魂，四海为家，哎，云鸟已是花无恙，不敢拜了，哎，不敢拜了，就此。恭喜，哎，恭喜啦！多谢先生呀！别，多谢。但恐但差都来露出马脚，我哋最近保持人命之前才是哟。成就一件事，就要不断的钻研，既要有过硬的基数。更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我是道德模范陈国庆，我为厦门代言。修了奇人又奇人又，金雕西东宝池秀啊，宝池秀。布下机关轻叠手，这叫玄玄念抓酒。文官念代笔，
人家你泉州丹山有争奇夺爱之手，现在爹爹为我做主，泉州地府真灵现，强庙誓报此仇。老大，多亏你往来盘坐，你今安排一套。但好老娘好宽头，爹爹，你这个兵部元月龙官文豪，这招你嘛叫元首就算报，岂有先知不敢夸言，将官死，望抓就窜。
险险又被你打中了。手年轻闲，挥挥手快步走，车让人人手归，珍爱生命，文明出行。我是道德模范谢启明，我为厦门代言。小妹，
两笔是薄薄的所思，叫伊可恶张气，这么当晚来会
哎，快滚倒来，你赶紧倒走。母亲，赶紧走。来，接。是掉头啊，街道！来，单笔轻速来接旨。钦差大人，我李笔轻出外游学，向你回来。那吕后有几位可命夫人呢？只有老身及中小破事能人，那就送来接旨。我红万岁，万万岁。苍天应允，皇帝就来。你别问。哎，老总，来求相机来念来搜查。林大人，我家世代就用天庙换之力。这时也假假面，霎时变得厉害。高级来敲出兵器哟！哈！好啊，但夫妙换调令，那就人间不见古砖，来，你们来收上来，别停！投资资金哦，不负畏罪之情，妙欢更是真情。李妹啊，哈，李妹啊，但别轻用是往江南方向逃走哦。啊，老杜言定有你将军事。哦，严正对我往江南大道，得对但别轻将但夫小姐兵的。Thank you.
转给参照接难了要登记，六浅酸神爱清理，文明杨浅从我做起，我是道德模范黄昭辉，我为厦门代言。去还办单杀了！哈哈哈哈小子啊，小子，念你狡辩，难得还梦，你见你是逃不出我求仙了。来啊，呀，来啊，丢！带领罪名有一挂往义中坐船往大陆里来，送去四个是何方官员？是。你们啊，来这那是陈伯贤，正好斩尽杀绝喽。老大高见，正合我意。并带领罪名的官员，才是江南文赛陈伯贤。陈伯贤，好啊，来得正好，来，严正队伍得对陈伯贤，是。
算掉，莫再为了何故，只一尊子毁了。想我离家已久，如今正好顺路探庙，多次领赏，故乡我欢了。十时东乡见子庙，东是天伦龙。我替见我必最近我老是故乡在梦了好了，观看故乡火光冲天，不知为了何故，真是叫人惊异呀！兵长林，准备有官兵挡住去了，官兵挡道，列开。是。江南文帅但必贤，你来何处？官兵啊呀，你乃是兵部员外郎林黛碧。林黛碧，哦，莫非你是兵部之人林希文之子，在潮州与何地必庆祝？但别嫌得免再多言，你家兄弟也没有还款调停，别说连我提兵咋办？你家果然开票操场四中滚和剑去合作，你家官都是伪造的资金了。你见你来得正好，先机在此，快快呼吸就办，你家闭嘴。官生官家做参事，泪如雨下，恨情意。天平英雄哎，来来，我住金殿，只有王边。金殿边关说小弟，金殿边关。天不下一关，打了手车。请问，我那是吊顶民官，你怎可将我打了手车？
精彩好戏，今日就为观众朋友您播送到这。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感觉看袂到歌曲，忘记明日上一个时间，又还是中午的十二点，张磊又还在这陪您继续来看戏。那在看戏之外，真侪观众朋友讲啊，如果错过您这部首播，在倒落有通看中部嘞？大家已关注厦门广电看厦门的小情书，内面有阮节目每一日的精彩内容。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咱明仔日再会。